抽你的人可能没这么多，但我得告诉你，我的棒子队随时欢迎你来。其实我只想要你啊，阿贝多。哇，好漂亮哦！上次抽有点久了。好啦，沿队最后一块拼图，出发了。阿贝多会不会浪费我很多石头？第一个小宝会不会歪？各位，你可以说现在只剩我抽你了，阿贝多快了。哎，对耶，不会吧？我看棒子队也是不少人会玩的啊。其实原神这些棒子营收也不低吧？上一次那只营收不就蛮高的吗？很低吗？真的吗？原生女性玩家很高吧？感觉应该有个7:3呢、欸。而且没人说男人不会抽男人啊，对不对？现在原生玩家很聪明，角色做不起来，其实是不是这类型游戏很多人都说真爱粉，但最后是不是还是向强度妥协了？最好是那种又强又香的营收就爆到。原神的副科词都营收蛮高的，原神蛮神奇的，因为大多数的游戏不是副科词营收都会很低吗？但原神只要大家发现那只有料之前没抽。想补就很猛，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夜天地万叶超高欸，隔壁有可莉，但可莉我自己觉得手感不好了。一斗最低啦，可怜那一斗。对啊，八重也是啊，八重明明人设很香，但刚出来好像也是因为强度的问题，结果导致抽的人没有真的到这么多。萧公其实也不差，然后最近的话阿贝多跟尼禄看起来也还行，前几次反而是钟离那一次很高欸，钟离没低过欸，又帅又强，没办法，钟离真的又帅又强。他准备是美金吧？那应该是美金吧？原神的营收还是跟鬼一样。好啦，出发啦，阿贝多，你是我最后一块拼图了。抽你的人可能没这么多，但我得告诉你，我的棒子队随时欢迎你来。虽然我对男人没什么兴趣，但我这里随时欢迎你来。其实我只想要你啊，阿贝多。Nope。哎呦，其实我抽棒子也只有抽一斗都比较欧而已。我后来抽，哎、欸，我抽中离也蛮欧的。阿贝多目前感觉要，哇，好紧张哦，怎么感觉要大宝才会出，压力很大哎、欸，感觉这里会歪哎、欸，这里歪了，感觉我就不能抽泥路了，我得留钱抽草神。我觉得我会歪，我觉得我抽不到棒子。哎、欸，我抽到棒子了，可恶啊！哎、欸，我第一次歪到老爷。好了，补个洞不亏了，还能起舞吗？阿贝多？哎、欸，没有，我要的是岩石系，不是火焰系。OK， 不是火焰系，是岩石系，还是来不及了，可恶！哎、欸，赞啦！哎，这里可以了啦，大宝30抽就出路。哎呦，好帅，鬼爪泥路哦，可是快没了哎、欸。我这样是可以保到泥路啦，可是武器泥路没武器是不是真的不能玩？因为我自己觉得很可爱啦，但我还是想留一点啦，我还想，因为我这草神应该是要满命的。我原神玩的比较懒，我通常都是三连结主线，偶尔上去敲一敲爽一爽而已。然后会想抽草神是因为草神真的太可爱了，不然先抽个一只拿来放好了，好不好？这样的话感觉有泥路可以有更多的玩法，那感觉不错。人设目前我比较喜欢的应该是草神跟胡桃，胡桃我等有点久了还没出，那为什么我感觉胡桃拖很久？好像是因为我刚好回来玩的时候胡桃刚过吧。好啦，也抽个泥路啦。感觉泥路蛮香的，泥路也是蛮香的，但我觉得泥路的故事有点少哎、欸。这次新的主线有没有泥路的故事啊？我之前觉得主线泥路的戏份有点少、啊。我倒有传说啊，啊主线一样没有泥路的事吗？我是蛮喜欢跟大家看故事啊，虽然很多时候让我私底下看完了。我原神所有任务都是晚上睡觉前去船上玩，用大电视用 PS5 玩。然后躺在那边睡觉，因为传送任务不太需要操作了。传送任务通常不太需要怎么操作，躺在床上就很爽。就当然就看故事。这里如果小宝歪了，我就觉得好贵哦，我快没原始了，怎么办？还是这里歪了，我等草神，我快没原始了啊！哎，怎么有泥路想进我世界？你干嘛？哎，啊，哎，哎，可以抽一半的。哎、欸，我这怎么知道我抽哪只？哎、欸，没有啊，历史记录要到哦哦，是77吗？我怎么感觉是莫娜？好像是莫娜，我再检查一次，请问有吗？
有人看到我的水系吗？有人看到吗？好了，只能大宝出来了。雪爷，该定期工作了吧？你帮我把雷电先练到80等吧。雪爷，麻烦你了。干，我这样等于没子弹登草神呢。好了，反正终究是要补的。好了好了。完了，我抽妹子通常都是，我跟他讲一下，我抽妹子通常都是小宝80，然后大宝80，然后小宝 BY， 不知道为啥，很臭，通常我有可能180。怎么办？不行了，我今天没有打，我今天已经先除了啦，我今天有先除一单了。我今天本来是没有打算冲你路的啦。完了，真的要补了。哦不，刚刚那个小宝，还行还行，好了好了，有省30抽，可以，只是小宝歪了点，大宝提早出就是赚，没有啦，没钱抽武器了啦，武器先放着啦，耶、yeah ，不过还好吧，感觉要打反应我不用抽啊武器吧，迷路有了，哦，肚脐呢？怎么没有肚脐？我刚发现没肚脐。不行啦，肚脐太色了啦，小朋友不能看啦。雪月，你这个是你有办法无限越啊天冲吗？你还是只有第三刀可以越啊天冲吗？所以命座上去也是要第三刀才越啊天冲。我还以为命中上去之后可以越来天冲，越来天冲，越来天冲。露肚脐太色了。但你们发现一件事情吗？你们想在这个游戏里面寻找露肚脐的角色？我告诉你们，有。好帅，腹肌、肚脐、一抖哥都有了。尼禄怎么比？尼禄，你这个虚假的露肚脐，我们一抖哥才是货真价实的。一斗哥呢比较性感吗？其实感觉他肚脐被挡住了啦，应该是他那件裙子的关系啊。没关系啦，有美背就可以了吧。其实有美背也是不错，你们看那个美背